卖掉黄金哦，刚卖掉这个5两黄金，有的客人闲置资产，你不要要急的钱啦，你要马上赚钱，那你就玩股票。那很忙啊，先吃饭，3点了，我现在胃痛，因为刚才接一个客人，大哥结婚周年，我买了一个伯爵花，公司2个，他买玫瑰金，现在剩1块。今天最好笑的是今天这件事 ，America 的 eBay 怎么了？看一下，有一个人发了一封信给我，一个3.04的一个包包箱，当初我从产地拿到这一颗。台币80000，在 eBay 挂多少？我卖台币90000而已。说我们公司都薄利多销，这个人就问我，我就觉得他问法很奇怪。一般说你东西还在吗？那他是有点骂我，他说东西在你手上吗？点开他的这个 eBay 来看，我操他妈的，看一下 Ruby King 啊，红宝王啊，他小，我还妈宝王哎、欸，红宝王，好看一下，很屌哎、欸。卖2600个商品，580个人关注哈、然后一打开就看到我那一颗莲花刚玉，当初80000我都嫌贵，我后来没有买，太淡，就把它退回去产地了。啊，产地那边就卖掉了，现在美国啊都要买走，都要卖 HK53252 啊，所以台币乘以4嘛。他要卖台币21万啊！我操，他的台币80000，他要卖台币21万啊！神经病啊！他的生意谁人做啦？宅狼做啦。我只想说莫名其妙，我忽然被骂，原来那颗石头现在在他手上，一样的任何，然后大概虾皮、淘宝啊，同样一本证书，啊妈的，我卖9万，他卖21万，当然他会生气啊！是爸爸周先生。爸爸没空陪你耍废，生命都快没了，还管他这是多贵，强到不行，快给我！